新竹新埔长夜班的发展发通而开始的哟，三期居民也无限提署名的，而国家出现过贴牌，有结合彩铁三亚杯发展作品，使得顺势展出。居民也讲，虽然也得按多位石头哦，好事好工，唔过大家也感觉讲感情变啊，还够好诶。居民同心协力，将做好的选品变作平板推车等。因发电发通严实设计盘内，居民表示做发电的灵感，除了是用庄严的线条来做创作题材，还将新埔天气先发环境来三亚结合，国家的每工还有耐心，正在做出突出丰盈的发电。新埔的特产是橘子啊，我们也有做一些橘子，这些题材是我们。老师在教的时候，他有各种选择让我们去自己去搭配。人家做发电最困难的里头是嘿，连路连补那些啦，非常路都变起样，种得很很吼，还比较很难做啊。现场各种各种的造型发电，对社区居民作为，居民用了四张的时间，唔但强，还有喊站在群下讨论，还重新学习传统经验。我见面认为，在参加过程当中，无形内圈的相互的距离，同时也潜在的社区间氧化电的商业版气氛。是过水又个氧化电，哎，突然停止，唔是咩？个实验线啊，有早恢复，科学氧化电是来参与的。还昨天新竹的灯会，还我去年的去年的灯会，我内地社区全部又来参与。啊，感觉咧，回味到五十年前，啊，做摄影家哈，跟氧化电个脑炎那个兴奋的气氛啦。啊，你遐山区遐摆拍遐咧服从吼，系遐作品吼，差不多八十件，吼，全部台这个吼，台这个山区的里面吼，台这个咧强下，暗部时啊吼，全部咧都了到做，吼做出来作品吼，来台这个共享盛举安样嘅。新竹站文化局表示，三月初六，新埔发电发通预计会有三百件的作品参加展示，将造型变作天津集团进驻的共享停车场，还有土地的人力发电厂。那民俗经营团体强化组织举报者，表彰全员参加两届，而部民众重新欣赏专业版上发电的闹热场景。下个新闻综合报。